大家好，我是阿力，今天做一道虾仁炒饭，准备适量昨天就煮好的米饭，适量的大虾仁，改刀切成丁，削了虾仁放入盘中，两个小葱切葱花，准备一个笨鸡蛋，打入碗中，搅匀。锅烧热，加油滑锅，滑好倒出，热锅凉油，下入虾仁，将虾仁炒熟，炒至变色，这样吃起来肉质更紧实，口感更好。炒好倒出，锅中加适量的油，下入鸡蛋炒散，炒散后加入米饭。将米饭炒散，将米饭炒散，炒至一粒粒的。好了，下入虾仁，翻炒均匀，开始调味，盐，大火炒至一分钟，将米饭炒干，这样吃起来口感更香。不过盐，加入葱花，翻炒均匀即可。好了，起锅装盘。大家好，今天做的酱油炒饭，火腿肠切成丁，胡萝卜切成丁，切点葱花，碗中打入两个笨鸡蛋，起锅烧油，油热后下入鸡蛋炒散，炒好倒出，锅中加入猪油，这样炒出来的米饭口感更香。炒至化开，然后倒入胡萝卜、火腿肠，炒至5秒钟，然后下入米饭、鸡蛋，翻炒均匀。用勺子把米饭捣散。然后加入酱油、生抽，翻炒均匀。翻炒均匀后，把米饭烫一下，烫干水分，这样吃起来口感更筋道。然后大火翻炒30秒，炒至米饭粒粒分明就可以了。出锅前炒入葱花，翻炒均匀即可。好了，起锅装盘。